古仔失踪，天马娱乐股价潜水。古天乐一个是、比较是、多元化的演员，咁佢又可以做爱情，又可以做动作，啊、又可以做喜剧。咁我觉得咧系有佢加盟我哋天马咧，系令到我哋嘅制作更加多元化。古仔正式上啊，唔系，系天马娱乐以全配售形式喺创业板上市，配股价九毫。黄百鸣一家大细都嚟捧场。只不过唔见古仔蒲头喎，话晒天马大喇喇使咗4800万同古仔签咗九部片约，直情系想将古仔打包上市咁滞，唔嚟好唔俾面。上市正日生招牌潜水，难怪股价喺开市之后高开过一格就冇力再爆，倒跌一成。虽然王主席话 CIPA 推行之后，强国电影市场发展迅速，嚟紧两年将会以合作形式拍多几套戏，玩埋 3D 电影添啊！话时话，黄百鸣在2001年即东方娱乐一样是9毫子配股，点知撞正在9/11之后那日上市，即日就冇了44%。天马不会咁邪啩？